IN 你给它标用 IN， 请问这跟我们以前什么很像？不就是 BN 吗？那不就是 BN 吗？来，所以我们就废答案了。好的，所以 IN 就是我们之前的 BN 等于，还记不记得？ L 分之一负 L 积分到正 L，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奇函数，奇奇相乘变偶，偶的话，积分只要是零积分到 L 就好，然后这个一变成二，还记得吧？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 F 求出来。 我就可以把我的所有的 IN 求出来，就是 BN， 所以最后的解是一个无穷级数，啊，就是一个傅立叶级数，啊，所以当初几百年前就是傅立叶就是在做这个热传问题的时候得出的这个结论。OK， 看书老师还没有做出来。 啊，你给我一个 f， 给我 u1， 给我 u2， 我就可以解了。啊，面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啊，假设我有一块板子，这个板子呢非常大，这个板子呢厚度是 l， 就跟刚才那问题是一样，无穷大的板子。这个板子呢刚开始我把它烧热到110。 就可以是当做我板子的起始条件，然后呢，我把在时间等于零的时候，我把它放到零度 C 的水里面，就是代表什么？我这里面的温度是多少？表面温度多少？永远保持几度？零度。好的，所以假设我们把这个板子。 开始一百度，然后时间蹦开始了之后，我任何时候这地方都是零度，零度。我们可不可以还没有解这方程？其实我们已经解了，我们不要把这个画出来，不要把这个算出来。我们用我们的逻辑来猜猜看，它的温度分布以及温度对时间的变化应该是怎么样？时间等于零的时候，100度，对吧？大家都不知道这世界末日来了。 大家非常高兴，蹦，第一个时间到的时候，马上怎么样？两边的人感受到什么？掉到水里了，零度啊！可是中间人还在那边嘻嘻哈哈，谁不知道这零度啊？对不对？因为热船不是量一触可及的，不是立即的，它要经过热船都有一些热阻啊。所以呢，在表面的人，哦，糟糕，我们掉到冰水了。 中间的人还是非常高兴，100度。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哦，更多人感受了。再经过一些时间，所以这个是时间，这个是位置。那我们不可能在两度空间表现出这个两个变数的。 函数，我们只能用不同的线来表示，所以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间。来，各位猜猜看，当时间到无穷大的时候，我的板子整个变为多少度？朱浩文，讲对了，我给你加20分，我不想一直当你，真的。来，快点，讲对了，我给你加20分。我每次当你，我心里也非常过意不去。 是我这个人真是他妈太白痴了，妈教不出，教的学生嘛都是我们刚毕业的，你快点毕业！你不是也是？
锋芒毕露吗？对啊。你上去被当没？被当，好来快。当时间趋近于无穷大的时候，来猜猜看，它大概这个温度应该趋近多少？整个板子。多少？趋近于零，对，整个板子趋近于零，这是时间趋近于无穷大的时候。初潮红，加二十分，等一下，希望这学期不要被当，好吧？加油，我们都加油一下，好不好？你尽量加油，认真一点，我尽量给你们加分嘛，好不好？好吧。其中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哇，恭喜，太好了。好的，现在这些就是我们的解。但是你说老师这画的图，我怎么知道上面是什么东西啊？来，我们来慢慢看。首先 L 就是 L 对吧，啊 L 就是 L， 那么 U1 跟 U2 都是零嘛，对吧， U1 跟 U2 都是零，看懂哈，所以这项没有。然后 F of X 起始条件100，所以它什么意思，它就是把100这个函数做基函数展开，什么意思，就是这是一，这是 L， 这是100，然后基函数展开负100，然后来这是100度负100度，那你说老师没这东西啊，我们只有这一块啊，那你到时候就只要这一块就好了，其他不要管。所以你得到这些解，你只要取零小于等于 x 小于等于 l 就好，其他的时候不要不必取就好。好的，所以我们把它来做展开。所以 i n 就等于来 l 分之二。零到 L 100乘上 sin L n I x e x， 所以 L 分之二100，然后这边是 n I L， 然后变成为 cosine 就是负的。所以这一项呢，上限是负的 sine n i， 然后下限是 cosine 的零，就是一，对吧？所以变成为一减去 cosine n i。来，然后我们知道这个 n 是等于一、二。三四点点点，好，我们来算算看 ，n 等于一的时候 ，cosine 派是多少 ？cosine 长的样子 ，cosine 是一个偶函数。cosine 派就是负一，啊，负一，所以这是二。n 等于二的时候，是等于一，所以是零。n 等于三的时候。又是负一，负一的话又是二，然后四的时候就是零，所以偶数都是零，奇数都是二，所以我们得出来等于，刚刚我们要怎么写哈？我们写的是200分之 i， 然后。Mention n 一三五乘大，然后得的是 n 分之 n 分之二要乘出去，所以是400。对啊。
四百除上拍将近一百嘛，对不对？四百除上3.14，所以接近一百，当初的值大概是一百，所以这个除上这个四百是正确的 ，n 分之一啊，然后变成为 sin n I l x， 然后不要忘掉啊，就是那个这是 i n。休息一下。